谁懂呀，这个干炸蘑菇也太好吃了吧。酥酥脆脆的撒上椒盐粉，吃到嘴里嘎嘣脆，家庭解馋小零食必备。准备面粉，两个鸡蛋，淀粉，平菇，将面粉淀粉按1:1的比例倒进碗里，加盐13香孜然粉，加鸡蛋搅拌下，倒一点水进去，接着搅拌，调成这种状态刚好，不能太稀了。平菇放进去，让平菇上面裹满面糊。裹好面糊的蘑菇放锅里炸蘑菇，一定要挤干水分哦。中大火慢慢炸至微黄，先捞出来。看，这是炸第一次的样子。然后复炸一遍，这样蘑菇才会更加酥脆可口哦。这是炸第二遍的样子，撒上椒盐粉就可以吃了。